Hello， 大家好，我是 Hew， 我是 PropNex Malaysia 的其中一位 Group Leader， 很开心，我成为了2019年度6月份 PropNex Malaysia 的 Top 2 Producer， 也再次成为了这个 Platinum Achiever。 自从我加入了 PropNex Malaysia 之后，我参加了公司所有一系列的课程，这不仅仅在我的销售技巧上有所提升，更主要的是在我的心态上和心灵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忙，而造成我在这个事业上有所突破和进步。正所谓时间不留人，很快的又来到了2019年度的下半年，在这下半年里面，我希望我的成绩可以比上半年做得更好。当然最开心的，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我团队里面更多的团员可以站上公司十大的舞台，从而增加他们的信心，给他们的家人带来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我个人很喜欢马云的一句话，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走回源头路。这句话其实就是造就了一个人一直停在不能前进的主要原因。当你在想的时候，别人已经在做，所以别人永远会比你快一步。2019年度我把做放在前面，而想放在后面，所以造就了今天的我。谢谢。我想在此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公司的管理层，尤其是我们的老板 Marcus、 Yuki、 Yvonne 还有 Steve， 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平台引进了马来西亚。再来，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 PropNation， 还有我公司里面的团队，还有我亲爱的家人，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女儿，谢谢你们在我身后默默的支持我，成就了今天的我。 Hew， 恭喜你，你又再一次成为公司的 Platinum Achiever。 我相信以你的个人的能力已经是没问题，甚至乎超越比你的想象中。但是我相信你是要带好一班团体，大家可以共同的向同一个目标进行。我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而且你已经把你自己的个人业绩做得超级的棒，而拿到我们公司的 Platinum Achiever。 所以我相信今年你要达到你的500千，那个对你来讲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任务，而我想看到的就是你将会带领百人的团队，而且大家一起去创造500万的业绩。我在等着你，你一定做得到。最后嘉许你，也嘉许的团队，因为你的出现，他们而感到骄傲。在这里，我也呼吁所有的同行，所有的 agent， 如果你们也面对一样的瓶颈，一样的问题，欢迎给个电话我，可能可以造就另一个双赢的事业。